记者蔡孟上竹县报道，交通部公路总局表示，台68线东西向快速公路将于明天至11月6日的晚间到隔天清晨，在竹东到秋林间路段施工，省道台3线进入台68线的交流道入口配合封闭，请用路人提前改道。公路总局第一区养护工程处新竹公务段表示，明天开始到11月6日的晚间8点到隔天清晨6点，将在23 K 到20 K 的西向路段办理路面刨坡工程，假日不施工，预雨顺延。新竹公务段强调，施工期间在交流道之间路段全面封闭，所以衔接省道台3线的交流道西向入口封闭，但东向出口不受影响，请原本要从省道台3线上东西向快速公路的用路人改走竹东镇北新路，从竹东二匝道上台68线，或由120号线道转竹林大桥，从竹东一匝道上台68甲线接台68线。